乳癌案例。我从1995年的时候开始检查，发现到肺里面有一颗瘤，他说叫我开刀，我没有开。然后来不幸就在1998年的时候得了乳癌。那时候当下那医生也跟我讲要开刀，我也知道恶性的啦。然后到了102年，那时候不得了了，整个是又红又烫，而且那个瘤已经表皮上已经快要撑破了，很亮。化疗做了1年多，做了12次。那化疗期间他也有给我做什么小红梅啦、紫杉醇啦，结果人家做没有那像我那么严重，还要握冰，脚还要踩冰，整个指甲全部都掉，连脚皮脚底的皮全部都脱落，那个走路是非常痛的。化疗以后休息了大概是差不多3-4个月，哦，那就像火山爆发一样，一直膨胀很紧。那我就问医生了，医生说那就做电疗，结果一做整个乳房开始起变化了，开始也是烧焦了，然后皮就开始破了，开始流汤了，流血水汤水。经过了差不多2-3个月，我的子女跟我的子女的老公，他那时候他们在网络上就看到这个岩石点，他说姑姑要不要试试看。你首先是肺肿瘤有两个，对，那最后又发现有癌。因为我在做电疗的时候做了30次，已经溃烂了，那时候来的时候还没有收缩，还是在流汤。那来这里师兄就告诉我说用姜粉，那姜粉开始用了几次，哇不行，然后我就改变用姜汁，用姜汁纱布这样洗，慢慢清洗清洗，那个伤口才慢慢的收缩。这个经过操整整半年，当我每天操作的程序，我一般有时候都是贴那个软软包，回到家用插电的温敷，还有就是饮食方面要很注意啊，运动方面每天早上我是一定有去运动的啦，最起码也一定要走路啦。我是用干姜120克，差不多2000cc 的水熬3个小时，大概是剩下的差不多1000cc 左右吧。现在目前我的身体跟以前的体力来讲，现在反而比较好了。前后比对，2014年9月2日、9月27日、2015年9月15日。